好，我们开始我们的早晨的敬拜哈。那还在咖啡厅的弟兄姐妹可以进到会堂来，我们来开始我们的敬拜。今天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跟主祷告说，主啊，是的，预备自己的心，今天早晨来到这里，就是要单单的来朝见我们的主，好不好？为你的心来祷告，说主啊，是的，今天就是要朝见我们的主，同声一起为你的心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好吧？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再次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是的，今天是受洗的日子。我相信有很多的，除了弟兄姐妹来到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好吧，我们同时一起来祷告，说主啊，是的，今天是美好的日子，今天是得着的日子，不仅是得着的日子，我们也看见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认识这位耶稣。好不好？把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主，是的，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来向神来感恩，我们同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谢谢你再一次真的把今天所有的整个从开始到结束再次恭敬在你的手中。耶稣，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要看见主你的荣耀，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真的是用敬拜，用肢体，用掌声，用歌声来献上我们最大的感恩，在主你面前。
谢谢主，因为今天是美好的日子，今天是要得着的日子。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带着一种喜乐满足来到你面前。谢谢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阿们，阿们。今天是一个今年最后一季的寿喜，是吗？今年最后一次的寿喜。哦，哈利路亚，阿们。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快不快乐啊？快乐。喜不喜乐啊？喜乐。当然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在座受洗的人，除了他们，除了小组长，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来到当中。好不好？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可以举手吗？第一次的，哇！你看好多，好不好？掌声，看到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从你的座位起立。今天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跟你旁边左右的人说，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阿们。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是的，不仅是欢喜快乐，不仅是你们一个人很欢喜快乐，还有一个最欢喜快乐的是谁？最快乐是谁？耶稣。耶稣，阿们。所以呢，我们把最好的歌声，把最好的赞美献给这位耶稣，因为耶稣今天要得着人，阿们。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他，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失望用我的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我们宣告他活着。
奇妙恩典，何等荣耀真理，耶稣，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祝你拯救我，哦，何等奇妙恩典。从你拯救了我，来欢呼耶稣他活着，十字架和空坟墓，胜过死亡又活的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来欢呼不再一样，我相信今天受洗的人一样，当归入主的名之时，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好不好？为这个事情来感恩，我们同时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是那么赞美你，谢谢主把这个恩典给我们，那个生命不再一样。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哦，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赞美你，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主，谢谢主。弟兄姐妹请坐。是的，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蒙了神的恩典，蒙了他的拯救，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过去还没被得救之时，我们走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人生在哪里。但是如今上帝找到你了，找到你每一个人，因为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上帝找到你，使你的生命改变。
利路亚，是的，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回应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透过这个诗歌，让我们回应他的恩典，回应他的拯救，回应他的改变，我们才有生命，好不好？用这就是诗歌第二首诗歌。当你找到我，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他医治我们，你恢复了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赤身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是的，他的作为何等的奇美，你作为何等柔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干。我仰望你赤身容面，
是的，何等荣美，你大念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诗歌说的，当你找到我，是耶稣，是耶稣的爱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是耶稣的独，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真的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就是为了来寻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的白白的来领受这份恩典，这份爱。所以好不好，我们在从副歌来唱的时候，真的我们定义说，主啊，是的，我定义要来跟随你，不管我这一生在高处在低处，纵使在荆棘满布的里面，不尽人意的里面，我仍然信任你对我的爱，我仍然信任你对我的带领。好吧，我们从副歌再来唱的时候，我们举起手来，更有信心的，更有把握的，更笃定的，让这个副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稣来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他，回应他在我们生命生